братишка! Тормози! Тормози! Тормози!这件案子发生在半个月前，据弗勒迪·沃斯托克，也就是海上崴，大概有10公里，车上有3名中国人，我方已确定死者身份是哈尔滨市红枫农贸公司的经理陈建明和2名业务员，一个叫陈勇，另一个叫黄渤。近年来，俄罗斯发生了多起抢劫杀人案，作案手段极其残忍，从无活口。根据我们分析啊，这些案件和这次案件的作案手段非常相似，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所为。同志们，近年来，在俄罗斯境内不断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恶性刑事案件，公安部和俄罗斯内务部已经取得了共识，从今天起，两国共同联手，严厉打击和铲除在中俄边境地区肆虐的黑恶势力。市局受命，立即组建特别行动队，赴俄罗斯侦查此案。现在命令聂国斌同志任特别行动队队长，雷潇、金宝、舒雅任特别行动队队员。是。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新情况。3名中国犯人死之前，在弗拉基瓦斯托克受了一笔20万美元的货款，这很可能是劫匪对他们下手的原因。我们还调查了弗拉迪瓦斯托克所有的酒店，3名死者生前住在弗拉迪瓦斯托克宾馆，当时跟他们在一起还有一名翻译叫刘杰。这个刘杰，他都说了些什么？又见面了，先下去看看。可以可以，顺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是他是警官，又看到你太开心了。痕迹看，死者的车是从弗莱迪·沃斯托克方向开过来的。
就在这儿，一辆车超过了他，匪徒向他们开了枪，司机当场中弹身亡。匪徒是从那个方向下的车，他们到了这儿，总共有四个人。第一个人就站在这儿，他的身高大概在1.85米左右。第二个人也在这儿。Думаешь, он сможет провести четкий анализ? Скорее всего, он очень опытный криминальный эксперт. Шефа, 前面你分析的弹道、还有刹车痕迹、碰撞痕迹，我全都认可。但是您怎么就能确定，其中有两个歹徒身高1.8米以上呢？还1.85米？从脚印的深度、大小、步距，还有持枪者射出子弹的角度，就能推算出这个人的大概身高。我真没看出来，师傅您还有这一手呢。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，小子，好好学吧。哎，李笑，啊，你让金宝和舒雅跟着苏塔斯到海关去查一下刘杰的入关资料。我现在去啊。好，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у вас жила женщина по имени Люди? Одну минуту, сейчас посмотрю. Люди, да, она жил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лго, но, к сожалению, уже уехала.他说他这里有刘杰的记录，住了很久，前不久就离开了。他是一个人离开的吗？она одна выезжала. Нет, с ней было двое русских мужчин. 有两个俄罗斯男子跟他一起离开。那你问他，刘杰接触的人，他有没有认识？А у вас есть еще какая-нибудь информация, может быть, контакт? Да-да, сейчас посмотрю.Да, с ней был один китаец, он заказывал для нее комнату. Также он оставил номер телефона. 他说好像有一个中国男人认识刘姐，在这里之前帮刘姐订过房，还留了一个电话。哦，你把他电话留下。好， можете, пожалуйста, записать номер телефона. Да, да, конечно.这是我的警官证。哦，你就是杜元海？是，在俄罗斯做生意。什么生意啊？就是个打包的。哦，你认识刘杰吗？认识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是朋友。他曾经给我做过翻译。哎，他怎么了？哦，我们在找他。自从我给他订完宾馆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这个我不清楚。刘杰，女，23岁，未婚，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，
先是在一家文印社做文字翻译，后来到了俄罗斯给人做翻译。娜塔莎警官，斯塔斯警官，请你们务必尽快找到这个女人。我们一定会尽力。犯了。嗯，来，把药吃了。你心脏不好，赶紧把手术做了吧。没事，吃点药就好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？怎么会这么问我？你突然让我搬到这儿来，我总觉得你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没关系，你就实话告诉我。哎，没什么大事儿。我得罪了人，有人扬言要对付我。我是八七连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好好的在这儿住着，等过一阵儿就没什么事了。你只要记着，有我爱你就够了。放心，天塌不下来，有我顶着呢。Сообщение из пресс-центра МВД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. В лесопарковой зоне за городом обнаружены два трупа. Боже, все чужие, да? Граждане Китая. Бе 总看着血淋淋的东西，多吓人呐！啊，云海，嗯，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什么事儿？陈经理拿了20万美元贷款的事儿，你没跟其他人说吧？跟别人说这事干嘛呀？要不是你说呀，我都给忘了。哎，这电视里说的，是他吗？嗯，三条人命呢，说没就没了。哎，这都是命啊。你也看到了，自从苏联解体以后啊，整个俄罗斯都是乱的，特别是在远东地区，天天都在死人。再说了，你就是给他当过几天的翻译，这事儿啊跟咱没关系。我是担心你不小心说出去了，你那帮俄罗斯朋友可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别胡思乱想的了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过两天呢，我要给你个惊喜。真的呀？嗯，什么惊喜？告诉你就不叫惊喜了。我先出去一趟啊。嗯。嗯。刘杰，住处找到了，我们快走。喂，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哦，我已经把他稳住了，他不会乱说话的。你马上把事情处理干净，我最讨厌你们中国人。
安德烈，你帮我办一件事。就是他，大队长，带头。Вы знаете эту женщину? Ну да, это моя соседка. Видел, как за ней мужчина приезжал на черной машине. Лица я не видел. Хорошо, спасибо. Не за что. Та шо, та чу дай фудзин. Лю дзе я чу дай джели. Ган-ган бе иго ло сы нанцы дзе зоу. Мэйо кандал нанцы дэ чэмми. Зэмэ шо, Лэй Сяо ган цай кандал дэ, чуэ ши ши лю дзе. На дэнг ю зэмэ ёу ван лай ли бу. Чуа нэ пао ла. Лэй Сяо. 你能不能借得起开车那个人长什么样？都试试。我想起来了 ，O187EB。 Проверь легковой автомобиль черного цвета. О187ЕВ. О187ЕВ. 雷翔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呀是个外星人，脑子跟我们不太一样。无聊。哎 ，Автомобиль обнаружен 20 минут назад двигается в сторону русского острова. 查到了那辆车，20分钟之前出了市区去俄罗斯岛。走。 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喜欢吗？
他又问路，小时候应该刚刚离开，斯塔斯向局里汇报，请求支援。 这是条新压出来的路，就这个方向。走，上车。 Человек в автомобиле подозревается в убийстве. Нам нужно обследовать этот паром. Паром ушел в Фулу. Ты знаешь, что ему сказать? Товарищ офицер, если так хотите, можешь сами за ним проследовать. Наташа, не говори нам废话了, мы идем. ，给我看看。送给我。嘿，你想得美！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初步判断，这应该是车漆。根据地下的车辙印看，应该是凶手乘坐的那辆黑车留下的。他们在这倒车的时候。 撞到了这棵树，娜塔莎，麻烦你拿这个检测一下。好。车主叫阿廖沙。 这就是他家，他有可能就是杀害柳介的凶手。嗯，也可能是抢劫杀人案的幕后元凶。大家小心点，走。Кто здесь? Это частн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. А ну, свалили все! Алексей! Это милиция! Опустите оружие! ，我还以为咱们能马上结案了呢，没想到这个阿廖沙跟咱们案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的车虽然有刮痕，但痕迹不对，他是撞在石头。 或者水泥之类坚硬的东西上留下的。我们台对周边的人调查确认，阿廖沙没有作案的时间，他的嫌疑可以排除。至于车牌，套牌，车套牌没有什么可新鲜的吧？Да. Оперативная смот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, что все это Володины люди. Спасибо. 他说这些黑帮分子都是瓦洛家的手下。瓦洛家？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黑帮头目，可是没有人敢动他。为什么？表面上看，他是一个商人，他与政界关系密切，我们州长的也会上，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无权调查他。这种人怎么哪儿都有？ 那他啥？要是有证据呢？我会亲手将他送进监狱。
那个男的是瓦罗加。线索全断了，下边该怎么办？总会有办法的。聂队不是说了吗？曾经发生过多起相同的案件，我想他们应该还会再作案的。不是，那咱们也不能等他们再去抢劫杀人吧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说俄罗斯这么乱，怎么会有人来这儿啊？我们俄罗斯以前不是这样。很多案子都是你们中国人做的。哎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给你们搞乱了？是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要不睡觉？这么多次不行吧？走吧。检地报告。我可不懂俄语。这是那份车漆的鉴定报告，目前没有发现相同的样本。什么车型？就是那辆丰田。我每次烦恼的时候，喜欢来海边走走，看着大海，我感觉这些烦恼都被海风吹走了。在我的家乡没有大海，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大海。这里真的好美啊。除了大海，你还喜欢俄罗斯什么？我很多啊。在中国，像我这么大的都是从小就听着俄罗斯的歌曲，看着俄罗斯的电影，读着俄罗斯的文学长大的。哎，小的时候我们管俄罗斯叫苏联。是啊，苏联那已经是过去的。我爸爸是一个外交官，我小时候他一直希望我当一个警察，但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芭蕾舞演员。真的？就像《千言会》里的欧吉塔。哦，没想到我长大还是当了警察。你呢？我吗？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，我是我妈从小带大的。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，我妈妈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养活我们。有一次有一个人欺负我们，周围围了很多人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们。当时我妈妈就把我藏在她身后，不让那个人伤害我。当时就是一个警察帮助了我们，他不但让那个人向我们道了歉，还给了我们一些钱。临走的时候，那个警察还摸了摸我的头。当时我就想啊，如果这个警察是我爸爸就好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威武最厉害的人就是警察。长大了我一定要当警察，保护我妈妈。你现在就是一个警察，你妈妈肯定会很开心。可惜啊，我妈妈已经去世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让你难过。没有，都过去了。那你呢？看上去你从小到大应该很幸福吧？是啊，我小时候还是苏联的时代，我爸妈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带我去海边游泳。那时候我还自己觉得我是一条美人鱼，在大海中等着我的王子。你在笑我吗？没有啊，
我就是在想，那你在大海里找到你的王子了吗？也许已经找到了，只是他还不知道。拿他上，雷霄。啊，四大四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找你们聊天。师傅，你看，这谁？这不就那杜延海吗？来，六界住的出租屋的房东是给那吴局送过来的这些照片，根据他所说，是新房客在新乡里发现的，是一家照相馆寄给六界的。初步判断，这是六界生前送洗的照片，没想到，照片洗好后，他却已经遇害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觉得这个杜延海他可疑，他肯定有问题。那我们去找他呀。嗯，刘杰死的时候，从现场痕迹看，没有丝毫的挣扎。也就是说，他对凶手毫无防范。换句话说，他跟凶手关系密切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杀他。所以，跟他关系越密切的人，就越可疑。这个杜元海。明明跟刘杰那么亲密，还装作不熟悉，他一定在掩饰什么。身边的那个是他的妻子胡亚萍。Заказ, пожалуйста. Вот, да, да. Хозяин, красавица. Фамилия? А? 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? Ну, присядь с нами, посиди. Ужас какой! Уберите, пожалуйста, какая. Свои руки. Давай, присядь с нами. А, перестаньте, пожалуйста. Я сейчас закрою. Что ты раскричалась-то? Ты кто такой? Иди сюда, иди. Что за дела? А это тебе привет от Володи. Пошли. 这个人是个高手，从他的动作身形看，他爆发力一定很强。他给我的感觉很危险。他叫安德烈，当过兵，擅长徒手格斗。师父，杜元海身边既然有这样的高手，不简单啊。当然不简单，看见刚才那个闹事的没有？我大杜他根本不知道这家夜总会还有瓦罗家的股份。瓦廖家？又是瓦廖家？看来这个瓦廖家
跟杜元海的关系不一般啊。杜元海要走了。那个杜元海，就是杀刘姐的凶手吗？对。他走动的时候，他的动作和习惯，与刘姐被杀现场留下的痕迹完全相符。我有90%的把握，认为他就是凶手。可是师傅，我们没有证据啊，这只是您自己的推测。我不能根据你自己的推测就去抓人的。哦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打草惊蛇。Мы ищем господина Ду. Мы ищем Ду Янхая. По какому вопросу? Я из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, на его жюда. Ес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просов, хочу вас спросить. 很愿意协助你们的工作。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了。来，坐下聊。上次见面的时候。你说你跟刘杰关系不熟，我想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跟他熟不熟？上次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他给我做过几天的翻译，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普通朋友。就只是工作上的普通朋友？嗯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跟刘杰之间就只是工作上的普通朋友？来，我帮你回忆一下。
我们有几个问题先问你。你认识刘姐吗？怎么会问这个？你只需要回答。认识。你知道她跟你丈夫的关系吗？她是我丈夫的朋友。就只是朋友吗？据我所知，是的。你在撒谎。我没有。看这个。是你杀了刘姐。我没有。你在说谎，你知道她跟你丈夫的关系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丈夫跟刘杰的关系的？大概半年前吧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。可是我一直装作不知道。所以你恨他，你杀了他。我没有。不要说你不恨他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。袁海他说他爱我。我觉得他跟别的女人只是逢场作戏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我觉得，如果我装作不知道，对我们俩都好。我只是不想失去他。什么？你别太激动啊！来来来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我问你，7月18号的下午。你在哪儿啊？7月18号。对。星期三。对。我在罗伊斯太太美容院，那里应该有记录，美容师也应该可以为我作证的。谢谢你的合作。警官先生，我爱我的丈夫，虽然他跟别的女人，可是我不相信他是杀人凶手。可我并没这样说呀。飞笑啊，你对这两个人怎么看？我觉得师傅你分析的有道理，这个杜元海
很有可能就是杀死刘姐的凶手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你在问话中给他下了几个语言陷阱。你问他，刘姐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他反应过来了，可是他的聊天中还是有一些破绽的。你只是问他刘姐死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说刘姐什么时候死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下意识的想撒谎，可是他还是反应过来了。这个人心理素质很好，想抓住他也不容易。娜塔莎，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只要是狐狸就会露出尾巴。哎，你们俩对胡亚萍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个女人有点奇怪。奇怪？怎么奇怪？说不上来，就是不像表现那种凛然通情吧，有点假。假？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猜测。这是女人的直觉，你不是被她故事打动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师傅，我建议啊，对这个杜元海进行监听。娜塔莎，你怎么看？可以先据理力求申请，不过很难得到批准。在俄罗斯，监听这个词很敏感。我试试。行，很抱歉，局里不让安全切进机。那要不我们自己干？这是在俄罗斯，我们要尊重人家主权。这也不让干，那也不让干，连枪都不让带，我们还怎么办案啊？就你乖话多。再狡猾的罪犯也会露出破绽。我们盯着杜元海，娜塔莎，瓦罗加那边就交给你们了。好。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，杜元海的嫌疑最大。刘杰的死跟他一定有关系。师傅，黑色丰田车出现了，正沿着科斯马内托夫向北行驶，请立刻支援。黑色丰田车出现了，正沿着科斯马内托夫向北行驶。收到，收到，你盯紧他们，随时联系。舒雅，通知俄方有新情况。好。
Андропов Андрей, бывш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. Все верно? Да, это я. Так точно. Мы надеемся на в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.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отвечать на наши вопросы. Хорошо. Я согласен. Почему, увидев его, вы бежали?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китаец.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? Отвечайте на вопрос.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 напряг одного китайца. Андрей, 几年前, 见结果一名中国人. Потом я увидел этого у господина Дудома. Я узнал, что он полицейский. Когда он погнался за мной, я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, что 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делом, и подумал... Ты варился! Взял. Я говорю правду. Вы подозреваетесь в убийстве Людзе. И у нас есть на это серьезны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. Я знаком с Людзе. Та шо та знал Людзе ши шей. 你给他说，他开的那辆车就是案发现场的涉案车。 Машина, за рулем которой вы были, это машина, которая проходит по делу убийства. Да, эта машина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господину Ду. Я к ней ника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не имею. А вот это мы выясним в ходе следствия. Анделия 是凶杀案四个歹徒之一，这是从他身上。 Как ситуация? Мы потеряли. Та шо та един сыва. Наташа, я ваня та, сыин ши шима. Можно вас, пожалуйста? Да, да, хорошо. Бери за мной, если хорошо. Какова причина смерти? Я подозреваю, что это сердечный приступ. Он у меня наблюдался уже довольно такое дли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, и я ему, конечно, предлагал сделать операцию, но он отказался. Та шо сы ю син цан бин фа зо. Ду Юан хай цэн за тай на чи ляо го. Со и та чи дал, Ду Юан хай и чи ю хэн ян зон де син цан бин. Дан ши та и чи бу джэ шоу шоу шу. Thank you.
说我们得去。 夫人，我虽然能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我很抱歉，你丈夫失忆，我们必须要带回去检查，请你见谅。这人竟然就这么死了，真让人想不到。现在案件比较清晰了。 杜元海团伙了解了商户信息后，杀人越货，但是这次由于他和刘杰的关系特殊，没有杀人灭口，给我们创造了破案的重要信息啊！还多亏那些照片了。嗯，南太上。 累，啊，我在找你呢。我听说杜元海的老婆胡亚萍来了，她是来领走的丈夫尸体的吗？啊，不是，她就需要签个字。我们也有个专门程序把尸体送到中国。那杜元海的尸检报告怎么样？心脏病突发，没什么可疑的，我们上去再说吧。 没想到救护车来了。 可袁海他还是心脏病的，一般都备有急救药物。你给他吃了没有？他当时已经昏迷了，胃也喂不进去。我早就跟他说过去俄罗斯做手术，他就是不听，放不下他那些生意。现在好了。 生意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所说的生意，是指夜总会吗？是的，那是他多年的心血，在俄罗斯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一番这样的事业，可是身体却弄坏了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留在国内。就算没有钱。 只要能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你不要太伤心了。你丈夫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事情我都知道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，表明杜元海就是杀害刘杰的凶手，同时。 是多起抢劫杀人案的元凶之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你丈夫就是杀人凶手，他双手沾满了鲜血。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袁海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呢？不可能。很遗憾。 这是实实，不可能。他是那么和气的人，他怎么会去杀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会这样呢？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，袁海他不可能杀人。你说他为什么要去杀人？啊，对不起。
袁海是我的大学老师，比我大了将近20岁。那个时候，人们都说他不道德，勾搭我这个女学生。可是，事实是我主动追求的他。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，他给我们上课，站在那个讲台上，是那么风度翩翩，又那么博学。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，可是我却害得他身败名裂，还丢了工作。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，在国内实在待不下去了，就来到了俄罗斯。我们什么都干过，做清洁工，洗盘子。后来我们通过导报挣了第一桶金，然后他就开始做点小生意。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心也越来越大。再后来就跟瓦洛加那些人开始来往。我问他跟瓦洛加做什么生意，他说那不是女人该管的事儿。我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他的妻子。无论他做过什么，我只希望他的灵魂能在天堂上得到救赎。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感人的故事，不过我真不认为她丈夫能得到救赎。娜塔莎，你这话太恶毒了。我们中国有句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想什么呢，娜塔莎？陪我出去走走。好，走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.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. 请坐。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имущество вашего мужа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вам. Напишите бумаги.这就是刘杰洗照片的照相馆吗？是的，我们一起去拍照片吧。啊，走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девушка.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. Знаете людей на этих фотографиях? Извините, нам запрещено разглашать информацию гостям. Девушка, а если вот так, мы из милиции? Хорошо, эти люди не проявляли фотоснимки. А вот эту женщину знаете? Да, она приходила, проявляла фотографии.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. До свидания. До свидания.
谢谢。停一下，我忘了点东西回去拿。刘杰死了，是杜延海下的手。安德烈，你知道他那辆丰田车藏在哪儿吗？杜先生让我把它藏在地下车库，找机会毁掉它。不。你应该把车开出去，让它落到警察的手里。
知道，你的心现在一定很痛。杜总，杜先生，杜老板，你的那些女人都是怎么称呼你的？告诉我，你在外面有多少女人？反正你也从来不会在乎我的感受。我现在跟你在一起，除了干那些杀人越货的事情之外，还干过一件人事吗？
杀人抢劫，我跟杜元海都是在瓦罗家的指挥下干的。杜元海让我利用我是女人的优势，去接触国内过来的那些翻译，通过他们去了解国内的情况，然后瓦罗家就让手下去干。每次都做得很干净，要不是杜元海跟那个女翻译好上了，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。添什么乱呀、啊！我是个警察，我能保护我自己。跟上。这扇门是通向哪里的？难道是地道？糟了！金宝，哎，你过来试试看，能不能打开这扇门？我没带工具。你不是说一切机械电子都难不倒你吗？你不是说你能保护你自己吗？过来试试看。我是真没办法，这门一看就是密码控制的，得破解才行啊！试试看。哎，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只要它是用电的，我们就用强电流击毁它的电控系统，造成短路，就有可能打开它。快试试。成了。等等我。
这位是瓦廖加先生，他在自己家里给自己挖了一条地道，可以通到后面的小河。在小河里，他给自己准备了快艇，随时都可以逃跑。够狡猾的，走。弗莱迪·沃斯托克多美啊！是呀，要是没有罪恶该多好。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